想要个五杀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又真是找你，几杀都可以举手。没错，举的五杀又没了。地图来到战火小镇，这波我们直接走旅店，一个平滑做好预瞄点，暂时没有敌人潜顶，我们去架好位置。哎嘿，黄房有一个，配合队友直接收掉。注意看，这个局长正在混烟爬上G2，直接给切到的小黑来了个措手不及。哦，月落还有脚步，虽然转瞬即逝，但依然在局局的掌握之中。慢慢摸，此时巨楼外暴露枪声，先杀近点，转身直接找刚刚暴露的小伙子，四杀到手，按下无人机，这五杀不就来了吗？哦，再近点，哒哒哒哒哒，嗨，属于是局永不五杀了。现在是正片时间，粉丝往事随风留言。局长头那么大，睡觉的时候耳机怎么取下来啊？可恶啊可恶，你头才大呢，你头才大。美好的一天到此结束。